下一个阶段再见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梁，欢迎来到小梁的 vlog。今天我要改造我的房间。你们看我平时录 video 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到那个黑色那个棉那边？我就那个空间可以给我拍 video 吧，因为我房间真的是很乱很乱，而且很小间，而且很难看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因为阿婷的衣服太多。现在呢，我们打算改造我房间，我想做一个书桌、一个壁橱、一个衣橱，我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改变。然后我要把这些你拍过去。拍过去，不要啦！拍，你们看 ，OK， 全部一扫而空，全部给我丢去我壁橱、给我衣橱里面。然后呢，昨天我就去了 IKEA， 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。可是我昨天晚上装的时候我就没有拍到，所以我已经装好我的桌子跟个抽屉了。我今天会把这个正面墙油漆，你们看这个，看到吗？这些都是我以前小时候年轻不懂事，以为很美很艳，我就去买那种佛墙纸啊，总之是那种中国的墙纸，对哦，你看粘出来全部这样子，所以我要先把这面墙油漆一个白白先，因为我在 YouTube 看过很多人改造，我觉得都改得很糗，我看一下我改到会不会那么糗。 OK， 我房间原本是这样，然后我之后我会把它变成这样，所以你们拭目以待。分享一个故事，昨天小梁用错 IKEA 的钉，然后还要骂 IKEA， 然后明明那个软塞是拿来塞抽屉的，他没有用到，还怪 IKEA 烧给他这个钉，其实一点都没有， IKEA 收到很好，说男朋友烂。下一个阶段再见。让我们现在来探班小梁。这是头手，这就是我的，这个空间只是懂形象头手啊。OK， 所以我已经油漆油到七七八八了，已经油完第一轮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就是我要等它干了过后，我要再油第二轮，我要开始摆设我的房间了。OK， 现在我的漆已经是干了，然后我这些都是壁橱来的，所以我今晚我要先把这个壁橱装好，明天就能帮我装上去了。我很期待之后的那个画面，我先去吃东西先，我再来做这个。OK， 现在已经把这三个壁橱弄到有形状了啦，就是正方形这样，你们看。然后其中一个门我已经装上去了，然后我要继续装多两个门啦。OK， 由于我没有什么尝试，刚刚我的爸爸就进来跟我讲，你的壁橱哦不可以装门先，因为你要干上去很重，所以通常人家都是装好壁橱来装门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先休息一下，你们看我手，转到这样，真的是很痛，这样我就明天才继续拍啦。今天是第二天。然后要装我的壁虎，装我的壁橱了，所以今天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 pattern 了啦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我装电视机的地方啊，就放上去放电脑那边，我床在这边。现在我要先处理好这个东西先，还有地上，拜拜。我先已经把壁橱门就装上去了啦，然后我也把床架搬进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整理住我们零零碎碎的东西，你们看这些全部垃圾。
对，我要切成豆这些东西，我才可以好好的chill在我的房间。昨天晚上睡楼上真的是很累哦，我完全睡不好，你懂吗？所以你看我今天精神这么的差，所以我现在我要快点切豆。OK， 刚刚那个运输公司又打来，他讲四点我的衣橱会到，然后所以我已经把我的衣橱的衣服全部清空。你们看我这小帮手来帮忙啊，看我们的衣服，简直像一座山这样。我最近把我的房间弄空了，把那些东西全部收在这边。你看这个到底像什么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灯光的效果？没有错，我的衣橱装好了。哇！对，耶！事隔多天，我终于把我的小小的房间打造好了。你们看到我这个背景是不是很不一样？我刚刚出现一个橱类，本来这个啦，这个颜色的，是我该要求啊，一面镜子，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，好像出门前可以照下镜子这样子啊。然后嘞，这里是阿天啊，这里是我的，给你们看我的。噔噔，我只有黑色跟白色的衣服，不要怀疑啦。所以你看 video 的时候，每次都会看到我穿黑色或白色吧。其他的就乱乱这样，可是我一把门收起来。OK， 看不到了，所以就感觉很整齐。你们看我之前的衣橱。因为我连门都关不到之前的衣橱，然后现在我就买了这个很大个的衣橱，所以可以收纳我的东西啦。然后这些就是原本的咯，还有小米的空气净化器。之前我房间是摆一张桌子，然后放电视机嘛，可是我就去 IKEA 买一个层板，然后放一个电视机，然后我就在床上这边躺住秋那边看电视机这样啦。 OK， 然后过后我就去 IKEA 买了一个壁橱跟桌子，是不是整齐多了？哇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看这衣橱是有灯的，你看我关灯。然后晚上哦，我要看电话那些啦，我还可以开住这个灯，所以我就特地加装个灯啦。最后总共花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完成了这些东西啦，因为那个衣橱要做很久嘛。这样子做嘞，大概花了5000块左右啦。其实这个衣橱才2300罢了，算是蛮便宜啦，蛮公道的这价钱。这些面料都还是可以选的，你可以选颜色，给门啊，门你要什么pattern啊，灯你要什么pattern都可以。我是觉得蛮耐的，因为很重，然后它外面还加多一层木的，我就觉得2300这个价钱其实是蛮合理的啦。最后呢，我很开心，我可以让我房间变到这么的宽敞啊，本来真的是很小很小的，心情也特别的愉快了。我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有没有什么疑问，你们要问 IKEA 的厨什么名字， IKEA 桌子什么名字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然后你们想要这个衣橱的老板的号码，你们也可以给我讲，我都会回复啦。最后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好不好？ OK， 拜拜。